我等待了。好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巧克力。Chocolate, chocolate。哎，你的声音好好听哦！啊，谢谢。你可以多唱歌，你的声音很好听。谢谢你的祝福。谢谢。啊，早点睡哦，瑞秋。谢谢你，晚安。拜拜。拜拜。哎，随便接一个都可以这么会唱歌。那接下来下一个要更会唱歌哦。这是一个唱歌的 PK 吗？阿玉，该不会是那个阿玉吧？喂，喂。因为我有一个小队长也叫阿宇，不知道是这个吗，还是只是刚好？Hello，Hello， 我在看你的实况，然后我没有发现这边有声音。我也在看那个小蓝，我也在看自己的实况。好巧，你是看那个巧克力的实况对不对？哎呀，我从小喜欢到他大，好烦哦。你是刚好叫阿宇还是啊？我是那个阿玉，没有错。你就是那个阿玉，嗯，你就是那个欠我很多巧克力的阿玉。我已经还你了，你快去看你的，你快去看你的那个粉丝页。粉丝页是不是？好，我等一下就去看。现在我要跟他聊天。嗯、好，那你在紧张什么啦？你好紧张哦！你是小队长，你要挺起胸膛。小队长加三十秒。超少，超级少。小克里生日快乐啦！哎呦，谢谢。那你要唱生日快乐歌吗？不要。要唱歌吗？你唱一下吧，唱一下。我自己听，我不让我自己听就好。屁嘞，你一定会放出来啊！不要，我唱歌好难听，我不要。小气鬼。可是小蓝很希望你唱。那我唱给小蓝听啊。好，你唱给小蓝听。嗯，那改天吧，小蓝，嗯，改天哦。他听到你这样说，他很难过。小蓝，我们两个好可怜哦。我不要。好了，没关系，谢谢你。嗯，生日快乐。好，你们要开开心心的哦，你们小队长们要开开心心的哦，不开心我就揍你。谢谢你。拜拜。阿姨也是一个很早前就已经订阅的小队长，超可爱的。哇，这个大好多。喂，给我一杯枫叶下的奶茶。讲一下话啊 ，Hello。喂喂喂，巧克力老师，生日快乐。是。你的声音好大，让我不禁震惊，伪作一下。这样呢？好好好，可以可以可以，谢谢你。你叫奶茶啊？枫叶，枫叶。你叫枫叶，那谁是奶茶？现在看着实况，然后配这个，真的是。请你先左转，把实况台的声音按下静音，然后再右转回来。这样吗？是左转，再右转。应该是吧。好啦 ，Hello， 枫叶你好。这样我比较正常一点吗？有正常。你连你的声音都变得非常的清晰清楚，你现在这声音很适合唱歌。这个声音？对。要唱什么呢？你可以唱生日快乐歌，最简单，我觉得你会很好听。中文还是英文？你喜欢就好啊，你可是枫叶下的奶茶。那你选好了，你生日嘛，生日最大。那刚听的英文版，现在听中文版。好吧，祝你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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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而且为什么巧克力生日快乐？唱生日快乐也会漏拍，不是很冷，身体都在抖，很冷。好，你可以去喝一杯热奶茶，谢谢你。好，谢谢啊。谢谢，拜拜。
不小心让他超时三十秒了，毕竟人家唱歌了。哎、欸，我没有拐他们唱歌，是他们自己要唱的啊，对不对？谢谢，欢迎大家来唱生日快乐歌。我们再来接下来哦，这个我一定可以念出来。Energy， 下马威。Hello， Energy， I'm High Chocolate。Hello， 我发音标准啊？啊？什么？我没听到，对不起。Energy， 不对。那你可以教我你的名字怎么说吗？我叫 N Cherry N N Cherry N 啊呢 N 嗯 N Cherry 好 好小安谢谢 Hello 先祝你生日快乐谢谢你那你准备唱 Happy Birthday 哦所以你准备唱英文版的是不是哦你要我唱英文版的吗对。可以哦好我准备了好了、okay.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dear chocolate Happy birthday to you 你唱歌好厉害耶没有啦、欸、你很会哦还好啦你太会了赶快去订阅一下成为小队长没有欸、你唱歌真的蛮好听的谢谢你平常有那种你可以就是多唱歌你的声音真的很好听谢谢有、欸、谢谢你、哦、嗯哦好怎么了吗你让我说说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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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好谢谢你叫你小安可以吗、可以啊、可以啊好小安谢谢你哦好 OK 晚安拜拜拜拜一个比一个还会唱歌哎、欸，真的太强了吧！我没有一直管人家唱歌啊，是因为他们都很会唱啊。来来来，这应该蹲吧？小蹲你好，小蹲是我，我是克力。嗨嗨，巧克力。嗨嗨，嗨你好，叫你小蹲对吧？嘿，我是克力。我刚刚还在听你在跟那个上一个唱歌很好听的那个姐姐我觉得你要不要挑战 PK 一下她不要绝对不要哦也是啊她唱的英文歌真的蛮好听的所以你可以唱中文版的不要我不要哎、啊欸、这跟说好的不一样这样我不知道怎么继续下去啊那个巧克力在那个 Cita T 37的时候我好像送那个巧克力给你CW37 是什么时候的、啊？因为你可能要说，比方说去年暑假、去年寒假，这我看看。等我一下。是台北、台中、高雄。台北的。台北的，是暑假的还是寒假的？然后还没有寄到你那，好像寄到阿神那里。嗯，对。不会啊，应该该到了都到了。没有，就是小精灵好像有弄错，然后就是把你的礼物弄到阿神那里，好像阿神那里就看到好多包。所以你有在阿神那里看到我的？好像有。因为你第一次 po 文的时候没有看到我的阿神，我现在在看着你阿神。然后我好像有多放几颗巧克力，多放的。巧克力是最多巧克力的那一包。阿神，你最近在你的推特 po 很多吃的巧克力，我现在严重的怀疑你是不是有吃到我的。阿神，我知道你没有在看，可是我还是要跟你讲，你给我小心一点。我应该是在包装纸上面有贴，然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收到。这次 CWT39应该会再多带几颗巧克力拿过去。好，好，我之后去阿仁家会好好努力的搜刮一下，因为他有一些肉还，因为他东西比较多，所以有些都收在一起。可是食物这种东西，他应该早就拿出来了，早就吃完了。阿神，你给我小心一点，阿神。Watch you。啊，忘了说，巧克力生日快乐！好，谢谢你。那个礼物的事情，我觉得我会努力的去收到、去找到的。大概是送怎样的巧克力？是巧克力球，然后是包有包装巧克力球，就是巧克力球，还有几颗糖果吧、哦，记得。好，阿神，我明白了。阿神，好，谢谢你，小敦。不会。
好，谢谢喽，拜拜。好，拜拜。阿森，这种我觉得拿人家礼物这种事情是一件非常过分的事情，你知道了，你知道了。好啦，有时候难免会这样。Hello。我中了。蔡奇阿苗。不要这样说我吗？齐家，等我一下。Hello， 等你一下。安安，听得到吗？听得到，而且你的头像好可爱哦，听得到吗？听得到。嗯，我这样，我自己画的。哎，等一下刚收讯有点怪怪的。对啊，你的收讯怪怪的。那我现在完全目光在你的头像。哦。他好像跟我。哦，那我自己画的。啊。好可爱哦，谢谢你。那我等一下再传给你吧。我记得我上次圣诞节的时候，结果语音忘记开，没有声音。你这个笨蛋，至少现在你有开了，虽然好像我们之间的讯号有点不稳。他都说难过好久，他都难过好久，现在用手机讲话。好，你可以开心一点。那图的部分，因为我现在还没有去粉丝团，一个人记一本。好了，那巧克力生日快乐。好，然后因为我还没 po 嘛，想说当天 po 才有意义。OK， 那我先在这边感谢你，谢谢你哦。那巧克力生日快乐。好，谢谢，拜拜。生日快乐，拜拜。这还画图，太窝心了。黄啾咪，啾咪，喂，啾咪，嗨嗨。你好好美型男哦，对不起，不什么道歉，这是一个夸奖啊。谢谢那个巧克力生日快乐，谢谢你。那你知道我们现在都还没有一个男生版本的生日快乐歌，很可惜。太棒了，就等这一刻了，来吧。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谢谢你，你好会配合哦。那个黄啾咪的粉丝团在下面，大家可以去找他，超帅的哈尼。因为我的本名比较像啾咪，所以大家就是学校的人都叫我啾咪。啾咪啾咪，然后另一个绰号是校花。对不起，我不小心笑了。但因为真的太特别了，但你自己应该是开心的吗？还是会难过？没有，一开始是我自己讲的，然后结果大家都就这样叫我。既然是自己讲的，我相信你也很开心。那祝你笑话太赞了！好，巧克力生日快乐！好，谢谢你，拜拜，拜拜。现在的孩子也太帅了吧！对对，真的是校花，还不得了。你救命！然后另一个绰号是校。你听到我们的声音了？对不起，我不小心笑了。哎呦，又是我的声音！启程，你赶快关掉你的实况的声音。不是挂好电话。等一下，你挂好电话吗？你是小队长，你挂好电话。你我。我们小队长挂电话，为什么？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你愿意再给我一次机会吗？喂，真的是喂，为什么我会一直听到回音？启程 ，Hello， 哦，喂，巧克力好帅，巧克力，没有回音了，喂。启程，你的声音好小哦。启程，你好小哦，你可以跟我一样大啦。我真的听不到你讲话，观众可以作证。听得到吗？啊，听得到了。好。Hello。来吧，你想讲什么就讲什么吧。生日快乐。谢谢。为什么你的声音忽大忽小？哦，我麦的距离不一样。那你可以就是把你的麦跟你的嘴完全的贴上去。贴上去就听不到啦。哦，你是用手机是不是？
呵呵。